笑容浮现在脸颊，蝴蝶飞舞在阳光下，我们慢慢在长大，童年一点点的洒下，记忆深处的牵挂，是谁为你戴的发夹，你是否还记得他，弹起手中亲爱的吉他，想起爸爸的童话，心中有小小的牵挂，想起妈妈说的话，记忆中那棵老柳树下，还有多少的童话，一点一滴在我心中慢慢发芽，古老的琴声又有多少故事可以传达。哎呦，你要把自己说成是唱将吗？不可能吧，那就是四位美女三位唱将，没错，真的。今天三位的唱将来啊，我们要分队就比较不好分。那你给我一个机会，今天我来选队友，好，好不好？好，我选天后跟雅文。好，啊，维奇，你刚不是说他身材很好吗？维奇因为身材好，站在我对面，我才看得到。这位队长讲的还蛮有道理的，对呀。但是呢，希望艾辰今天会有好的成绩，没错。好吧，既然我们队伍都分好了，马上进行谁是 K 歌王，欢迎谁是 K 歌王，我是 K 歌王。你这次选的蛮好的，还需要看吗？唱将级的都选在内，这种阵容，对。但是呢，左手边的这边，他们也是有实力，而且他们卖相也很好。我们有 A B C R B 天后 ，A B C， 对，都要加油啦，好不好？好的。今天谁是 K 歌王？第一首歌曲会是什么样的歌呢？第一组请就位。加油！我对到 R B 天后 ，R B 天后，我也是 R B 天王。哎呦，哎呦，我也是，你会讲啊？他最近真的还蛮敢讲，还蛮敢讲。天王这个字你用得出口啊？得操超有自信。要不要 R 一下？好，你敢 R 一下？好，既然要 R， 我们就用 R 这个英文单字，看你怎么 R。哎呀，好，第一首歌曲，加油，好，天哪，太简单了，被你传染了，我声音变这么慢。哈林哥的《让我一次爱个够》，让我一次爱个够，给你我所有。一个够，给你我所有。林道远，恭喜你得分。下组请就位。可惜啊，你看慢半拍就这样子。啊，对不起。你们在做慢半拍，对，不要用慢半拍了。天后的输对我来讲是很遗憾，是一种打击，一种打击。道远今天的主打是 R&B 天王，啊，你是我就是队长啊，要有一个那个名目，那我就接歌天王啊。可以吗？所以你这个，我这个比他的贴切多了。哎呦，真的很凶哦！哈，维奇，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对吧？我们唱我们自己的，维奇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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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辰加油！加油！我知道，我知道。张惠妹的《牵手》。谁负责轰隆隆的节奏？快
出来自首，一起到遥远的外太空去甩一甩头。我今天决定我要放纵，我要嗨过头，我要到所有人的梦中和世界牵手、yeah、牵手牵手牵手，奇怪的废话少说，牵手牵手，我的热情全力无休，牵手牵手，凡人的步骤先跳过，牵手牵手，我随时随地有空。围棋恭喜你动感的得分，加油加油，靠你了，加油来了。第三首歌，这首歌呢，这首歌就是姜文二姐的《哎呦哎呦》。一起香香细细酒啊酒闺蜜，亲像男男女女爱恋的滋味，我的心肝内在等着你，你敢知我的心意？一声一滴，亲像体温的爱意，只有过千年，敢那几千年，阮休息过头心迷迷。哎呦哎呦，休息有过头哦。哎呦哎呦，输无彼个人。哎呦哎呦，休息有过头哦。哎呦哎呦，输无彼个人。但我个人有一点只是比较好奇的，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呢，像你们平常比较台语唱的比较多，嗯 ，R&B 你可以 R 吗？咔咔咔咔，没有啦，因为这个歌太急了，你不能这样示范。我来示范一下，其实 R 我当然也是在行，我刚刚是谦虚说接歌，其实我真的要 R 的话，电话哦没有。你比较会，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你跳出来帮忙，我跳出来帮忙，你阿完然后再来，对对对，我可以，我先跳一首经典的，好，交给你们。小巴掌嘞，小巴掌嘞，小巴掌，是就是这样，对对对。小巴掌，哇啊！看看好了，你可以试看，好不好？来，小巴掌，是不是？对，对。朋友们，首度挑战 R&B 试唱，将技压爱成超强唱功，获得满堂彩。再啊一下小巴掌，哇啊！看看好了，你可以试看，好不好？来，小巴掌。小巴掌，小巴掌，是不是？对不对？谁说雅文不能啊的？一样啊，给你看。对呀，恭喜雅文，好听的版本 ，yes。耶，乖乖。我们接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大口我就加惊你哦！太简单了，大家真大来了哈！好了，妈姐来，对不起，妈姐。速度真慢。这首歌呢，江蕙姐的《酒后的心声》。山明海誓，咱两人有酒醉，为怎有你偏偏来变卦？耍，是不是？也失去意义在哪？山明海誓嘛是去。OK OK OK 啦，得你鼓励别唱。乱唱，马姐你会吗？我会。哦，哎呦，我会。既然这样子，哎，导演请下台。下台啦。失去意义，情话拢无
细心的器皿。我甲阿妈们，阿妈的情话是啥啥物？伊讲情人的爱无勇气，才来用一片情意。经典的歌曲啦、欸、真的马雅姐恭喜你好听的得分 yes 来爱晨请加油啦每次看到我都说加油就是加油加得这么肥啦那待会要跑快一点啊不要被油滑倒不要怎么样被油怎么样滑倒滑倒喂我没空加油请注意啦加油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耶、这首歌我会啦，你可以跟我一起合音。没关系，你在这，不用不用不用，你在那边唱，我在这里看你比较方便。好来，变态。欣赏人家唱歌，欣赏哦。我唱这首歌，《你的甜蜜》。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oh, 你的甜蜜爱上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五围棋恭喜你可爱的得分好请准备雅文加油哦靠你了今天我那干嘛你是枪棒哦你不用怕那个渡轮天后没什么用我是雕像牛啦，还别照了照了，我再回可以这样，老幺喂，就是那种像像游泳游泳的时候被踢那个，游泳的时候可以注一下注意，踏板就对了踏板，对对对，你要小心啊吧，你要小心啊。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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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啊！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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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这首歌是。伊能静的悲伤朱丽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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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夜漫漫无法入睡总是不见罗密偶尔流泪悲伤朱丽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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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夜漫漫无法入睡总是不见罗密欧流泪哎呦他这个越唱越好哎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很远呢真的很小很小很小可你还记得怎么唱对而且他刚才带动作红极一时红极一时雅文你有听过这首歌哦有来你有听过这首歌我有听过、啊、那你会跳吗不会啊你教一下他我喜欢我最喜欢看女生跳复古舞了真棒其实很简单悲伤朱丽叶长夜漫漫无法入睡总是不见罗密欧流泪年代有点久，但是是一首经典好听的歌曲。没错，恭喜彤彤答对得分。耶！紧接着来这一题的题目是。加油！哇！左看右看上，太经典了吧！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麻烦一下。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哎
神奇怪，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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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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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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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加油！加油！好！哎呀！哎呀，我一起不会台语啦。送给你们金包银，还有经典歌曲。大人的生命是空气搁包银，阮的生命不值钱。百老那几嘴是金言玉语，阮若是假讲话。念伊就出代志，怪阮的路途是拄着歹过日。人是好命仔，阮是咧做兄弟，盼我的夜鸟替阮啼。人知敢无心不如己。哦，还不错，台语歌曲，恭喜你，好听的，答对，小蛋呢？他太让我失望了，真的太让我失望。他刚一开始讲他是什么？接歌天王，太逊了，原来这就是你的 label。不是啊，没有啊，不是啊。那他想是什么样的？现在你要怎么样呢？我这次四吃五吃六吃七吃都可以。你可以一首歌借四五六首，没错。好，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来起个音。好好好，大家来玩看看。OK OK， 好不好？我先帮你抓鱼来。好好来。人的生命是公斤五包斤，阮的生命不值钱，不值钱。别人那几嘴是金言玉语，阮若是假讲话，两面都出代志。哎呦！人到人来天团，爆发力十足的演出，让爱城的接歌天王宝座不保啦！生命是公斤五包斤，阮的生命不值钱，不值钱。别人那几嘴是金言玉语，阮若是假讲话，两面都出大事。心事若无讲出来，有啥人会知？时阵想要说出满腹的悲哀，拢老了，泪滔滔江水为我笑，年年翻，白首老，在我心中起伏高。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呀，我的天空白白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老天爱笨小孩。哎，怎么样？国际化我们对不对？中歌、中文歌，不然你再加一首英文歌，我们就可以去 Las Vegas 做秀。我告诉你，其实我是有准备的。真的吗？真的假的？刚才是笨小孩，你最后一句就好了。老天爱笨小孩。这首歌会唱，大家可以跟我。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four little two。中文、台语、广东。英文 international 国际路线，国际路线，好不好？以后我们去周秀新马就是这个主角，就是这个主角，他做完了，好不好？哎，好，下一组请就位。好，紧接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亚文，yes， 我也会。亚文先站上去的，这首歌叫做《没时间》，对。没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没时间。一瞬间来到夏天，心情的抛物线，
又转了一圈，明天终于出现拒绝。没时间像昨天，没时间像昨天，不收集爱情的碎片。没时间像昨天，没时间再想你忧郁的脸。没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没时间。好像真的好像唱成美食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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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唱的我肚子都饿起来了。亚文，恭喜你答对你的 yes。各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压轴是谁呢？小心被油滑了一下，一瞬间啊！好啦，这样子好了，因为最后一首歌了嘛，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歌。我有这个荣幸，合唱的歌，我最荣幸。好好好，既然玛雅姐都邀请我，那我也送你一个礼物。送我一个礼物，没错。哇，越来越，越来越卑鄙。等你一下吗？等你一下，沟通一下。哎，你别来，你要去哪里呀？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 ？Surprise！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来，老师音乐请下。哎呦，哎呦 ，Surprise！ 哎呦，哇，有美女，有舞裙。没安在对你讲出心来话，想了几年，卡想嘛歹势，看到你我就完全袂讲话，只好偷咧。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讲我每日卡想嘛你一个，是认真亲像春天风在吹，只好写着一张爱情的相思杯。啊哈，会作这的婉转来表达我的爱，你的温柔，你的可爱，你的美丽，你的风采。我对落你无比的情海，啊哈哈，会作这的婉转来表达我的爱，你的温柔，你的可爱，你的美丽，你的风采，好，我对落你无比的情海。我很想知道，哇，怎么了？为什么？竟然还有带那个舞裙来，对不对？你那个是要送给老师的礼物啊？对对，那就是他的 surprise。对对对对。不过那舞裙的事情我原谅你，但你要记得那个电话要给我。好了好了，这是算你送给玛雅老师的礼物了，对对对对对对 ，surprise。好，在这边宣布，玛雅姐好听的得分 ，yes。两队请到前面来。今天不见的分数，彤彤队得到的是四分。我的天哪，唱将级的爱晨队得到的是六分，掌声！男生们，今天我们的 K 歌王就是我们的爱晨队，掌声鼓励！谢谢，在这边特别谢谢雅文，还有像马姐，谢谢你今天带来那么多好听的歌曲，谢谢，记得。